最近 Blackpink 的 YouTube 频道上传了一段名为 Blackpink BPM Roll House 7的视频，该视频记录了 Blackpink 在德克萨斯州、达拉斯和休斯顿两个城市的世界巡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智秀和 Lisa 的对话中，智秀谈到了她在表演嘟嘟嘟嘟时犯下的严重错误。具体来说，在与 Lisa 交谈时，智秀透露，上次嘟嘟嘟嘟时，我的声音因为真理靠得太近而让我笑了起来，结果每个人都知道了。我以为他们不会知道。Lisa 随后安慰智秀，我们是现场演唱的，这是我们在现场演唱的证明。Lisa 的说法似乎在肯定 Blackpink 在世界巡回演唱会期间完全现场演唱的事实，含蓄地驳斥了女孩们假唱的信息。此前 Blackpink 在 Born Pink 世界巡演期间被质疑疑似假唱，但被女孩们的热情表演否定了。在 SNS 上，许多观众观看演唱会后的评论片段也证实了 Blackpink 并没有在舞台上对口型。在分享的片段中，珍妮在 How You Like That 中唱错了节拍，然而在评论区，许多网友为珍妮辩护，称这也证明 Blackpink 没有假唱。爱豆韩社，美儿姐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